我从今天开始都不要用这样。不是，我意思啊，你现在是他刚回答我，他只会认真一嘛，这样认真一现在他会，然后他再对，他慢一点，不要急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慢点。很好，很好。然后现在呢，你现在会弹了，对不对？严格讲，我会要求同学啊。你现在把你弹的东西的，你要告诉我，你现在弹了，来弹，再弹下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弹，好，这哆的一指心哦，然后再来下去来，这发的二指心，这发的二指心，再来，这叫做 B minor 减五的一指心，再来，这叫做 B minor 的二指心，再来 A minor 的一指心 ，D minor 的二指心，对。虚的一指型，兜的二指型，那再来发的一指型 ，B minor 减五的一指二指型，再来 E minor 的一指型，对 ，A minor 的二指型，再来 D minor 一指型，虚的二指型，对啊 ，OK， 好，那我现在呢，给你一个题目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把那个今天给你们的功课嘛，兜拉瑞索。把那个谁有抄那个，把写在这边，就是哆的二指型弹给我看一下。哆的二指型，那是不是这样？对对对，又两只手都一样来。那这一首？哆的二指型。那叫这样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对对对，它还是不错。然后呢，再接。接。拉的一指型。拉的一指型。对。那。拉麦拉一指型的。那哪哆来着？对，那右左手要跟着变。那是。那是，是这样。最好还是最扩大，用扩大。我不，你刚刚不弹的这扩大，对不对？那一指型，再来，再来 Re minor 的二指型。Re minor 的二指型 ，Re 那就这样了。对，啊，那边也是一样。啊，这边呢 ？Re minor 那缩小。嗯，在哪里？二指型 Re minor。是不是？对啊，音级。那你我是这样。不是 Re minor。所以这就是要练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来 ，Re minor 二指型，再来 G 的一指型 ，G 的一指型，对，这边的，对，好，这你回家的功课就一直练这个，二一，当你通了以后呢，就很容易，你先把这个弄通了，通了以后啊，很快了，因为来，我再弹一遍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你要回家对啊，你的功课。因为你刚才已经会，你一认真一认真的会了嘛，你说认真三你也会的，对，但是呢，你再拆开来看，什么叫指型呢？就是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二指型，二指型为什么叫二指型？这是三指啊，一二三。不是，你看这不是一指型，我就教两种指型，一指型、二指型，就是一指型西的话，你看啊，对。那这是不是一指型吗？是哆咪嗦，哆咪嗦，哆咪嗦，对，不，这个是一个指型啊。比如，然后这个通常是西，这个西的西角是叫这个是转位嘛？第一转位。那这个是转，那这个转位我很少，我比较少教你们这个，因为这个混在一起，整个系统会乱掉的。但是有的时候用到，但我一直强调这个指型嘛。是不是二指型？对，一指型、二指型，就两种指型，这样懂吗？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是。兜的二指型嘛，是不是兜的二指型？二指型。然后再来，它叫二。二指型，对对。兜的二指型，再来 A minor 的一指型。A minor 的一指型。A minor 一指型。A minor 一指型。为什么叫一？就是 A minor 就两个指型嘛，这个就是一个指型嘛，一指型。对对对对，一指型。对，那 A minor 的二指型。对吧？哦，我知道。再来 G 的一指型 ，G 的一指型。所以说是二一，哦，这困难，你就练啊！我相信不，你我可以的，你可以练得出来。你，然后啊，当你会了之后呢，再开始打拍子啊，就是今天讲的是头头拍子，等于这里把用拍子，西部拍子就是拍子，嘣恰恰嘣。那你瞎会，你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开始打拍子，嘣恰恰，根音下去，五度音下去。那 A minor D minor Sol 这样要练它
像我这一教那个什么白明宗，你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到了树摇风。这是你的破戒工作，所以你们回家赶快练着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到了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看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到了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醒我相思梦，它敲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走出了重重的森林，你看到了夕阳红，你看到了夕阳红，你看到了夕阳红。所以你们的破戒工作就是就弹这个，就弹哆啦瑞手就好，这你们的工作。所以你很快就会了，那你回家就练它，对不对？你们说，你刚回答我的，我认真一会了，认真会了，认真三会了，但是要把，那其实很厉害。你要会的话，你要把它消化掉，慢慢消化掉，这样就好。这是困难的。不会，可以的。你下礼拜来，你下礼拜就会教。